你不要继续弹琴，去弹你的琴。陛下赐礼，各兄殿下大病初愈，陛下口谕，你就陪他玩一下嘛。陛下尽快调养身体，围猎之日近在眼前。把椅子要不要拉近点？看看你自己看，还没有打开啊，开开。你不是会。加油！换一首是不是？你要翻乐谱换一首是不是？哇！这什么？不倒翁。风，圣诞铃声，鸭鸭。我大风飞。为何你又没有犯错？为何这么重？难道母亲就犯错了吗？